我警察不敢入来呢，有奇怪无？城内边不敢入来，咱是台湾政府呢，你是中华民国政府呢，无敢讲呢，对啦，伊免入来，我你唔相信？你是遐个无看，你本来是遐个看，遐警察是锁过，搁锁过来，从来没有去过。所以呢？中华民国伊嘛家己知影，你若会晓，你若有迄 GPS 哦，你来遮定位，是袂？毋是伫遮呢，咱个地点真变呢，伫高速公路呢。顶关有云呢，为什么？美国在保护我们。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个直升机场？若有人政治体会时，迄个人中华民国就袂冲了，搞袂停啦。咱要甲再造咩啦？还有。所以比如讲盖直升机场，但直升机场咱起好啊，咱搞比如讲我们告哎盖好了，美国在哪里？我们在天上有看到，可是你没有装灯啊。那咱叫伊讲干啥？为着 HL 盖管啦，无盖管啦。原来哦，这个边啊，四可怜啊，还装灯啊，我叫咩叫咩？哎，那我靠，靠你边。无咧，我靠！我咧卖迄直升机才顶咧。阿咩啊？我大伯也无咧卖啊。咱已经甲美国买好啊，阿嘛送你咱只，是阿袂甲斗。咱咧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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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拢总照法律去行，啊照一般国际上去行。所以四月二五，咱咧美国宣布以后，我们会步入国际社会。如果步入国际社会，我们用的名字就是台湾，再也不是 Chinese 台北，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。你看，那么厉害吗？哦，这么厉害！你看，姐姐哦，我也很佩服我自己。当然有的人是感觉讲吼，有的人是讲啊，我恁拍拼台湾，拍拼四五十年的，啊，你拄啊才过无几年就变叫我头壳顶，我倒的，没有办法，迫不得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只能这个大难无法杀去，因为，我不是英雄啦，真正英雄是在做贡献啦。你若无坐伫遮，我也没有用啊。讲伊坐伫这个所在，因为恁就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，恁就是大脑。恁今日以后，恁有一张毕业证书，恁就大脑，你知不知？大家拢大脑呢。这少年在小学看，伊嘛大脑呢。你小学就来认识这个大脑。以后吼，外口看到爱家惊你嘞。后壁迄期个吼，十三期个看你个大老爷吼，伊学姐呢，变成学姐呢。即摆只大拢只，咱嘛头摆嘛爱用一个学姐学长制呢，对不对？先修分呢，革命先行者嘛，对不对？革命先行者，恁人讲就是管你讲者，我是讲实在，因为。恁伫这个所在，谁人爱甲你翕相，爱甲你做资料，原因伫遮。哦，讲到这个所在，稍等下呢，十一点五十，要先来翕相啦。因为我今日讲哦，那个，所以11:50哦，高雄机会先来翕相。高雄机会翕煞，那时间到，高雄州甲台中州先啦。高雄州，啊，过来台中州，过来高山，过来就是其他的州。和平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哦，所以大家开始发展了嘿。唔通讲翕无着哈，翕无太，你来你受训受微波，叫讲你翕无着。你翕无着，换毛巾，13台再过来。来翕相啦。啊，稍等下吼，稍等下，你俩做开始发展，啊，再一点无着翕相吼，啊，就慢慢来食饭。安尼时阵就袂赶到你下。哦，安尼下坐，你这就较简单。所以这其他翕相吼，安尼好啦吼。
报告来讲，这边咱台湾地位，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内底足清楚，大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两个人所签的，台湾的周边群岛加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你记得，这个所在是国民党用迄个一个啊，用迄个啥，用欺骗，伊讲日本跟中国合作签马关条约，不对，是天皇对天皇，这个土地是属日本天皇。所以日本天皇的以后呢，你都要甲看，这个古过来就是甲旧金山和平条，旧金山和平条1952年的这个叫做4月28号生效，生效的时候呢，第二是Japan renounces 日本放弃全部的啊这个权利啊名义跟这个主张，对这个台湾福尔摩沙。所以呢，因为有这点的关系哦，你甲看哦，什么人是这个吉田哦？那个游戏长哦，吉田茂这人哦，我感觉伊头脑不错啊，他头脑不错。啊，另外去扁黑底下的杜勒斯，你看咱台湾底下的那个马关条约是什么人签的？马关条约写马关条约人对上杜勒斯，这个、杜勒斯的爷阿公，这个、杜勒斯爷阿公写，伊到拢伫研究战争法，非常有名。因为看战争就无简单，不是讲读历史毕业，你就我就写战争法，没有办法，条约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吼，杜勒斯呢，伊要写这个做《旧金和平条约》啊，伊专。世界强的国家，一个国家拢共拜，啊拜完以后呢，伊才写这个和平条约。谁嘛台湾这个土地无搞中华民国？因为当时伫1943年的12月的时阵啊，这个开罗宣言，开罗宣言本来是讲吼，要将台湾要搞中华民国。因为开罗宣言签的迄个时阵，讲的迄个台湾这一块程度还是日本的殖民地。一直到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诏书以后，这个土地性质就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。所以，伫1943年12月迄个时阵，还很有可能去挂号迄个做中国。好加载，所以哦，日本天皇救到咱，啊，若无咱惊头痛。啊！若无救着咱哦，咱真正今日要去台湾，啊，去台湾，好难啊！有这个日本天皇，这个天皇的招数，我来讲，啊，都战争要结束，一个4个半月签的都有效，有效，绝对有效。这个证明讲啥物？跟你结婚同款嘛？你今日结婚，今日登记，开始着你的太太还是你的先生嘛？你袂当讲，啊，都咱才结婚一天尔。啊，我今日感觉有咱两个冤家，啊，我讲安尼无效，安有效无？有，确实有效。冤家安尼无效，啊，无冤家有效。有效啦，就是讲，你若结婚登记啊，那个就有效，不管是几天啦，一点钟嘛，赶快登记落去，一点钟以后，就是你的太太，你的先生，你那讲随时都被他取消。这款代志有简单，跟这个旧金山和平呢一样，日本天皇的诏书也是同款的。因为这诏书内底的参政权、甲参战权，予咱台湾这个土地性质规个改变。啊，改变以后，这个土地就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。啊，所以因为1943年的时候，还阁是殖民地，啊，1952年已经变啦，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无法度挂念。更何况，被美国抓着一个小辫子。1950年6月25号，韩战爆发。韩战爆发的时阵，毛泽东派军志愿军入去朝鲜。啊，所以美国伫联合国1950年，佮提出控诉，讲中国啊，这侵略入侵朝鲜。联合国表决通过，这是证据啊。你当时签那个开罗宣言的时阵，你敢讲？我中华民国，我们不会去侵略其他的国家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号来取代的中华民国，啊，以1950年6月25号入侵韩国，所以已经破坏了
宣言，好，迄个开罗宣言。经过的法律非常的清楚，不是讲有签字无签字啦，有没有签字都无所谓。外国人的握手就尊称，握手就算了，不是讲在签字，握手就算了。那诺言就已经存在，所以真简单。这个法律你若拢清楚，你就知道这个土地是百分之百是日本天皇的土地。所以2010年的7月4号，咱去9月8回酒会时阵，美国正式的官方上咱领着两张图，你的作品迄两张你拢看到。这两张图上好咱，拢不爱跟你讲话哦，他都不讲话，一句话不讲。你拿回去给秘书长，他就知道。为什么？咱讲就是这样。台湾这个土地的主权就是属。你要看一张图哇，阿文，奇怪，迄张图的，叫什么？我上迄两只天鹅的啊，我看有人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阿文真巧啊，哦，美国来讲，台湾的主权属于那两只天鹅，是属天鹅，搁较贵，迄间厝啦，迄间厝住是迄间厝迄个人啦。饭店，哈哈哈！什么啦？皇宫啦，皇宫的住宿啦，日本天皇啦。啊，美国人有笑无？咱去研究哦，咱有咧会怀疑讲，你讲这研究安对哦？伊也歹甲你讲对，歹甲你讲唔对，我著送你图，你家己看。所以美国哦，一向跟咱咧讲啦，啊你也唔对哦，伊会都甲你暗示。这个。哎，那黄瓜，哎，这鹅无见嘞，啊，台湾人讲食了了啊，哎，二重桥哈，这是二重桥，日本的皇宫的二重桥，啊，住伫内底日本的迄个叫做天皇的住的所在，最近大拢真侪人做完无想的讲，因为咱日本人来想嘛，哈，日本天皇还过台湾，不是啊。啊、我們台湾人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臣民，臣民吼，因为明治宪法还存在。我就甲问啊，啊，恁日本人是日本天皇啥物？受归功国民、国民。啊，所以我定哩甲伊讲哦，咱2006年的12月2日是过美国有个结论：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我已经上过，有几啊摆上过，有讲有诶无讲啦吼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估计摆个物件，日本天皇国籍是啥物？卖讲，日本天皇国籍是日本籍一家手，日本国籍、美国国籍、无国籍，奇怪，无国籍。为什么日本天皇无国籍？他没有效忠的对象啊。英国女王也没有国籍。啊，所以日本天皇的子嘛无国籍，除非伊嫁予日本人，因为嫁给日本人，所以才得到日本国籍。我昨日甲伊讲诶，有国籍甲无国籍人结婚就是有国籍，啊，有国籍甲无国籍人结婚有国籍，啊，所以中国人甲台湾人结婚用国籍，啊，有惊着诶，哎呀，阮家拢足侪拢娶中国某，还是嫁予中国翁安尼，啊，变成中国人。除非他可以申请我们的身份证，利用我们申请身份证的时候，也让请你台湾取得居留，6年以后他变成台湾人，这厉害呢，这真厉害呢，我跟你讲，你唔通看这個，你看到厉害呢，有国籍到无国籍，一人有国籍，啊，无国籍到无国籍，无国籍，啊，有国籍到无国籍，叫有国籍，这足简单嘞，所以。台湾啊，杀咧乌皮母啦，乌皮讲一场啦，所以咱伊这个中华民国嘛足夭寿的。台湾人去共娶越南人啦，越南人啦，啊，即摆要来的时阵哦，你家讲甲越南讲哦，啊，你要放弃国籍，啊，伊去台湾要回国籍，啊，中华民国回国籍，啊，你中华民国籍都假的啊，都无啊，啊，结果伊去放弃，放弃了即摆改来吼，过几年啊好，离婚的时阵啊，害啦。这查某袂当转去啊！国籍放弃掉去啊！啊，你中华民国无国籍，啊，你看有忝无？
这中央门叫海洋海，海中门。所以呢，咱即马，咱即马若变做即个叫做台湾政府的时候呢，我估计啦，也许很快这几年马上会发生啊，冲到里面呢，我要求政治评估。啊，所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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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结婚就已经有啊，但是伊结婚伊个囡仔是中国人，啊伊住十七年啊，好啦，我知影是中国人啊，中国人啊，中国，我问你啦，伊十七年啊吼，那依照咱的这个公民权益法啊，他伊若讲有加入咱啊，有申请，很快的时间他会变成台湾人。你卖弄你的。台湾哦，国籍的问题哦，要合乎三个条件：第一，要自愿；第二，要意愿；第三个要合法。国际上的规定啊，所以不是讲你变成什么籍就什么籍呢 ？No， 要符合这三个条件。所以，那如果这番情形哦，你可以列任何一申请那个身份证。我知影啦，但是该先取居留权呐、啊，那个台湾政府的居留权呐、啊，啊六年以后啊，阿姨呐，拢无讲咱台湾人来看诶，无对你无礼貌吼，你就变做台湾人。啊，就优排优排，要拍手先，放拍手。优排，太好啦，那优排就会变台湾人。台湾人无国籍嘛，台湾人无国籍嘛，啊有国籍嘛，中国人有国籍嘛，有国籍跟无国籍的结婚是有国籍嘛，啊但你这个国籍，你把后摆就变成咱台湾人会有国籍，但是大日本国籍，大日本国籍爱什么时阵有？就是日本天皇任命总督，他只要任命总督一任命，那一刻开始，台湾人立刻恢复大日本国国籍。还听有无？足气面嘞！今天足气面嘞！哦，我讲一摆，日本天皇任命台湾总督府内底总督，一任命书一到，台湾人全体台湾人马上有大日本国籍。你台湾咱有国籍嘞？啊，你有国籍的时候，做你想你变哪独立啊？还听有无？做美国跟你讲。独立代表战争，台独代表战争，按呢来啦。台湾不可以公投，主权问题不能公投，因为台湾有两种人，台湾人甲中国人嘛，当然不能公投。所以你以前拢搞不清楚啦，奇怪，民主国家啊，甲讲这讲那，咱是照法律来。啊，有清楚无？有。还佫讲一摆面。大日本国，我跟你讲哦，大日本国事实上，伊迄总督府几年以后，还变成台湾总督府，台湾总督府就是等于台湾政府，所以美国跟你讲，利用台湾政府开始运作，我就知伊的意思，伊的意思讲，很快会有台湾总督府。啊，台湾总督府一任命总督出来，那从这个台湾总督府里面的总督不一定是日本人，啊，那是日本人啊，
不一定是台湾人，他也许会找一个人来任命。啊，即摆伊可能有某个人意见啦，看要叫啥。啊，咱就制定指派者，叫中立来指派者啊，不像咱的主席来做，即来做总统。啊，总统呢，这边咱台湾人马上有大日本国的国籍，够清楚无？啊，足清楚对不对？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，安那变，这种一定的啦。这种法度，咱建议说。你未当用你的感情去讲啊，所以现主席，咱即摆你受份，我来讲你讲遮。今日讲到迄个上较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甲即个叫做马关条约，即个中间阁发生啥？台北条约。台北条约是1952年4月28号签的，1952年8月5号生效。可以生效来，就有甲咱讲，日本政府。用咱这台湾人视同眼睛，目睭去看，视同盯着，视同目睭看，视同中华民国国籍。但这个条约落尾是1971年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，这个条约叫废除。啊，废除台湾人马上国恢复做没有国籍。啊，所以美国法律宣布台湾人。哎，恁人咧上课，逐项咱家己民众是知影的，所以讲你一定爱看迄个册，吼、哦，你不要。那讲个是讲到一个情形下，咱是比较做属于内战，对，还在美国军事占领，美战到今天没有结束，美国总统没有宣布撤销这个占领，他的军事占领，美国不爱讲啥，足惊讲咱家要求这個、要求彼、那个。伊怎甲你占领的时阵哦，伊要求中华民国买武器，用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台湾关系法450个员工的 AID， 即马存40个，意思啥？这个台湾关系会存在，但是甲调起来，因为伊只要金门马祖存在，伊就永远会有效。但是呢，依咱来讲，我们不要这个东西。但是台湾关系法有450个，减到存40个。所以台湾人无国籍身份的政府，但是即摆呢，咱即个台湾政府伫4月25日开记者会以后，咱就要求全世界各国你要承认我们。我相信美国会带头承认。啊，美国若带头，美国会甲其他国家你要承认，他们起来。你带啥货啊？你准备好未？咱还袂准备好呢。你知影，国际放到即摆还袂2000个，你知影？高级放到即摆还袂2000个，12期，哇，那是高冲破龙关啦！国际放到12届，本来迄个初级班吼，哎，国际班拢啊，一班拢啊，70-80个，60-70个，还是连续进两期来哦，好加到拢啊300几个、300个，好加在。安尼看后摆你去吼，过来吼，后礼拜是。啊，做53期的啦，啊，搁当一礼拜是54期，即摆两期的初级班就一期的高级班，两期的初级班就一期的高级班，大家来斗三工帮忙啦，好唔好啊？你若要当前晚吼，都爱较紧的，介绍较济人。啊，我伫遐咧困嘛，困啊足艰苦。我伫遐咧困，我讲食袂好呢，我若互你先食，我最后食饭的，我袂讲先了就你。我咧每一天拢有饭啊，食我就去食。所以吼、哦，希望讲大家人一定爱帮忙，速度较紧。大家我爱台湾，爱台湾，爱台北，啊不爱介绍人，啊不爱互人来收分。到时阵我著往我来大声甲你讲讲啊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李政权交回来。啊，即摆记者会开咧，速度够较紧。所以遐不爱相信咧，即摆渐渐会愈来愈相信。这个拜金吼、哦，拜金明天啦、啊、吼。明天晚上7点到9点，新店区的迄个做桃园的办事处，成立与秘书长有约，伫迄个乌山，恁去咱去看网络吼，你们去看看网络啊，万寿路，哎，啊，二段，355号，你若有朋友吼，伫这桃园地区吼，明仔叫因来参加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再试一下。这是明仔，啊，礼拜二，我要去嘉义，
七点到九点，迄个体育馆的头前。啊，礼拜三呢，我要伫这个做高雄；礼拜四要伫台南，那是我这礼拜的时间。哦，啊吼，各位嘛知影。礼拜五啊，礼拜二伫这个嘉义啦，嘉义啦，台中还袂排到啦，哎啦，台中是别人啦。你去看网络啦，拢有。过来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，啊！你既然是台湾人，什么人要跟你改变也不可能。所以美国讲一句话，伊在你讲，中国跟这个中华民国，你们任何一方不能够任意改变了、台湾的地位。台湾地位实在很清楚啊！台湾人到今日还阁无你相信伊家己地位，家己要想讲，伊要按的法条才写出来，未使。国际法就是国际法，这外当然可以讲，我非常有100%，不是99%，100%的自信。我们台湾政府一定成功，一定会起来。你有合作无？你有帮忙无？你既然要做大佬，你总不能当一个单身大佬啊！后摆讲你介绍人也无，阿你姐。我不要那个单身大佬啊！你想我爱两个、三个，够够唔到？对不对？我无甲你叫你叫十个呢，叫十个你讲无定你叫袂到啊！你想我爱叫几个啊？但爱叫较优秀的哈，爱叫较少年的哈。当然，你讲年纪大不好来的，我嘛年纪大，我先生我年纪大，叫一寡少年。台湾后摆爱靠这少年来拼，这少年去六十八年到已经拖到头了。卖讲土啦，我家己孙啊嘛是同款，要读台大法律系，我若见过伊拢见过。台大法律系呢，啊台大，我一个是台大迄个啥资讯，我若见甲考台湾历史见过，有奇怪呢。阿爸，你讲的甲阮课本内拢无同款。你唔相信？你即摆转来，你去你的囡仔个考试看卖，拢讲你讲的甲伊讲的拢无同款。这是足可怜，但是我最好对我外囡啦、我遐孙啊，未敢讲吼，台湾是日本人来轰炸，不会。但是外口出去，你唔相信哦？你等于知道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哦，你知影嘛？我知影，你若等于你去看麦，若无一大堆，甲你讲是讲我谁知？有啊，你捌问迄个朋友讲日本轰炸台湾，你惊笑？日本轰炸台湾，啊，无会惊手。陈哥嘛，无问啊，你去问看卖啊。因老母说一笔地哦，啊，日本来轰炸。因老母嘛是日本人，啊，日本来轰炸。你看当然啦，你经过这两期的上课以后，你的读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恁的兵法嘛就无同款，因为你吃亏的。我是讲实在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很丢，你有自信没有？吼，你有自信。后摆你有没？别讲惊遐中国人。你有没？吼，我上个时代跟你讲的，我起码拢气质改变了。哦，气质改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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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希望讲吼，我有希望影响咱吼，互你的气质改变。气质要改变吼，爱三代人啊。我从细汉从阮老爸上面教教，因为我细汉啊就足规矩的。阮老爸讲吼，恁要气质爱改变吼，爱经过三代才能改变。爸爸讲的囡仔无气质，无会呢。真的要经过三代的熏陶，阿俩迄气质才会改变。各位，我无啥时间啊，开始讲。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吼，罗贝尔才发生了这条，因为是1949年12月13日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，来台湾以后，伊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讲，以后伊的名叫做 Chinese Taipei。但迄个时阵吼，因为伊伫迄个北京恐怖的内底，咱台湾人唔敢讲伊是流亡政府。哦，啊，伊就交我解释，啊，佫一挂学者，迄狗腿的学者，哦，请意思就是中国，也是中华，啊，台北就台北，啊，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，系啦，啊，才一个句，报出一个声，我今日来解解明，迄是你的国家，流亡政府伫咱台湾，是利用咱这人去来撑面子，去来选举。台湾人去选中国人的总统嘛，真奇怪。所以台湾人做中国人的总统，伊也认为啦，奇耻大辱。所以你来看，因为经常李登辉蒋经国一个死去，伊要做总统的时阵哦，蒋宋美龄反对啊，你会记得无？你看大家拢看无呢？你话咱你要搞反对啥？啊是讲因为宋水什么临门一脚？你甲看迄经过历史，你用真心来看，因中国人就知影讲，你袂当做我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！你台湾人啊，你袂当做啊！所以伊要甲换掉，伊若换掉是合理的呢。但迄个时阵，宋楚瑜临门一脚，甲伊讲，你当要求讲马上就来决定，安尼时阵，伊才做迄个总统，做13年呢。做13年，台湾地位敢有改变？没有。所以阿扁还8年，佫无改变。台湾人做中华民国，做中国的总统，所以阿扁啊，予伊连一关一点都不习惯。你因为嘛差一撮按连一关，伊会感觉奇耻大辱啊！你是我统治的人，你是奴隶的人，啊奴隶变做主人，佮袂？对不对？但是阿扁叫你关以后，咱过去我都不表态，因为我知影情形嘛，我没有办法表态。但即马就不太一样，咱跟美国讨论啊，比如说你台湾政府有机会让你做一点机会，你出来讲。所以那你观点讲，好，礼拜开始，我们拯救陈水扁。我们拯救陈水扁，先不管伊犯不犯罪，犯罪是中华民国来对待，贪污是中华民国来对待。但是咱即摆是徛伫伊是本土台湾人，伊做是本土台湾，伊也有伊的人权，也有伊的人道。伊基于这两点，我们站出来。啊，咱是政府啊，咱即摆政府甲美国国有效啊。以前咱戆戆，咱无法大，你个人的身体无效啊。我即摆以台湾政府代表本土台湾人，甲美国要求，你爱从淡水坪先生再去美国。我估计啦，上班啊，6个月内底，近3个月就完成。这个看啊，完成以后吼，台湾搁一挂人吼，还搁在遐讲风凉话。我看有影，你是个你就知啦。伊就讲吼，讲咱抢的功劳啦，啊，因老早就安那啦，对嘛？到时你就知。所以呢，迄不要紧，咱去做吼，咱认真做，照咱的意思去做，咱一切拢照法去。所以各位，你既然受训，尤其是高级班啊，你是将来必然的高级的行政人员。你一定爱去读册，我阁讲一摆，你无论安怎。你去分析台湾人，一定爱贪的。啊，有诶讲啊，我不爱贪面啦，叫你囡仔贪嘛，我听。让你的小孩子念，对不对？你厝内总是爱有一个人，你才发你足清楚。唔通阁是空嘴薄舌迄套诶，
台湾独立要创啥，迄拢无效啊，对。好啦，过来，咱即摆四月二五个代志，你拢知影。咱即摆爱方向就是身份证，身份证很努力的在推。啊，即摆一六五，我去一天哦，我有去两座去刑事警察局啊，因为因要求高地民会改办吼，这是友善的哈。没有啊，伊是要收回来啦，吼、哦。我讲吼、哦，这个也叫我问啊，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政府合不合法？你讲不违法，知道吗？不违法，因为都不犯嘛，不违法。所以标题上，咱是合法的，但我们不是合中华民国的法，我在怀疑合伊的法，我免甲登记啊，是伊中华民国爱来甲登记才对呢。你听有无？咱是正正杠杠的台湾政府呢，啊是林鸿庆，伊台湾当局呢，台湾 authority 呢，台湾的政府机器哦，只有一个啦，台湾政府。另外中华民国是叫做台湾当局啦，哪有两个政府，一个而已。但是为着要让大家人知影哦，台湾有两个政府，抬高了他啦。中华民国无不是政府，无人承认的，放在路边也无人去捡的。所以咱一定要很有自信。咱台湾政府，所以拢讲哇，台湾政府，与你一旦讲哦，恁拢是高级的官员啊，你们有资格讲台湾政府。你不要认为说你没有资格呢，你以四千名来对于架架杠杠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，反正你若要做高级官员，你来。各方面你要注意哦，我希望我们咱台湾人哦，礼貌要注意，礼貌，哦，你是你妈查甫坐你后壁，爱托破哦，啊你讲话嘛较细声，普通时礼貌要注意，生活习惯要注意，啊普通时我是希望讲咱这查甫的同事，拢爱穿西装的，哦，穿个标准，穿个较标准，啊其他到我要穿西装，我甲你讲，你问迄装你做咩？我去上课，即摆上课穿我规身裤汗嘞，但我拢穿着。这是啊，一种礼貌。咱这个气质开始培养咱家己啦。日本人，你要看上日本人拢是穿西装，你注意无？伊讲较有钱无呢？甲咱差不多尔呢。但是拢穿西装穿啊。啊，即摆吼，中国军团来啊，穿穿穿来马马虎虎的。清查，叫警察卖五百钱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所以无迄个运动，遐死中国运动卖无。只要看台湾以前那有贪污，那有红包，日本时代到迄当红包无呢？日本警察一伊迄个迄个啊，细细机啊，就管一个村拢一管安尼。啊，即卖呢，派一班的警察都管袂了。迄权威嘛，人对警察的尊重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差不多要改变态度。啊，期待各位吼，咱做台湾政府的成员，啊，这点呢，一点吼，爱从今天开始，我爱一点拢爱叫自己，啊，一点叫自己。我知影咱即摆来讲吼，经济真歹，因为我们是做，但警察你看，你小看忍耐是叔叔啊，就好啊。因为咱有咧想办法，我甲美国讲，美国爱开放市场互咱，互咱台湾人去伊遐，迄个美遐，拢当免税。我一定会做到这一点，因为过去台湾人会变做四小龙的时阵啊，是安那四小龙，伊美国开放伊的市场，互咱台湾生产遐物件，拢会送去美国。我今日要甲美国谈判，就是讲，我承认我互你吃咩。我甘愿嘛，你正赢我嘛。但是照进前法，我台湾生产的物件，我可以免税寄到美国去呢。啊，你敢叫免税？当然啦，美国伊咪甲讲吼，啊，我美国的东西也可以免税进来。啊，咱的税法收着，我今仔早拢免税嘛，我紧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只要咱来免税，咱台湾足骨力。台湾人你也看哦，甘愿趁钱歹食饭的，你也看计程车司机是啥？
迄个他现在要落来食饭啊，你讲，哎、欸，阮正啊，啊，我今要坐车来头前，还会使哦。来来来，我你快食饭啊，啊，食饭无要紧啊。拢是安尼啊，来，台湾人拢是安尼啊。要赚你的钱，伊甘愿歹食。这台湾人本是足好足好足好，上界害啦，无气质。啊，中国文化互咱无气，马马虎虎，卡乌，很糟糕。所以以后哦，大家人在你心内底一定爱永远记住，你即嘛是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，你所做的工作爱做台湾人的表率，啊，你所做的代志爱做台湾人的表率，而且爱做台湾的模范。啊，若安尼哦，渐渐啊，这几百个渐渐啊，迄个影响力会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。安尼才是咱台湾人的愿望，甲台湾人的未来。各位，大家来做一拍拼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今麦呢，差不多两分钟吼，我想讲要来下。啊，你今麦下阵呢，那就叫我跟你讲的吼。大家，这个三修经历者，吼，三修经历。那个叫做高雄修的，先来到下去。啊，其他拢是边啊，啊，过来是台中修的。过来高山高山族，过来就是啊，来咱再下坡。对，哎，等等，小丹姐，小丹姐，好玩，很好玩，小想行好势哦，想行好势，行嘞。